现在要来经营，咱台企红山市，咱公积金，咱桃园公积会馆，因为咱的罗明君以及罗明玄董事长，所以领全体同仁一同来到庆祝咱本家中大万岁，咱癸卯年南顺会家辽宁大典。要令本家董事长黄正友率领落下正式新年长，恭迎大家洪山市公积金、桃园公积会馆、保安公积尊荣、开立新文武新官，现最后三项用礼。感谢今日庆祝本家中大万岁，南顺正友会家辽景大典，在此恭祝公积尊荣，行威显赫，妙音传万年。并祈贵我两会会不相连，友谊长存，一响响拜，三响响拜，三响响拜，请献香的罗。在此恭迎南保安公祭尊王台的新文武新官，现最高三吉祥的全体一吉祥，再吉祥，万吉祥，列行。现在我们有请我们现场的所有贵宾、所有董事长、所有的好朋友，我们今日由我们的桃园广泽会馆、我们的保安广泽尊王、由我们的明诚董事长以及明君董事长一同率领全体人员来到我们的红店。那在这边我们也要做一个圆满的 ending。那请各位一起倒数计时五秒。